健康要注意，但是去年三月才刚刚因为罹患大肠癌第三期而动手术的屏风表演班艺术总监李国修，却因为术后疏于保养、忙碌又疲累，最近回诊的时候发现癌细胞复发，并且已经转移到肝脏了。他今天宣布将暂别他最热爱的舞台，但是他仍不改幽默，笑看人生。屏风表演班艺术总监李国修，去年三月因为大肠癌进行过手术，如今却因为癌细胞转移到肝，必须再次进行医疗手术，让李国修决定暂别舞台。我如果停下工作，反而会生病，我一直这样想。所以在半年来，反而我可能疏于照顾我自己，有点掉以轻心。今天我要跟大家正式宣告，李国修将暂别最热爱的戏剧舞台。虽然罹患癌症又要离开自己喜欢的戏剧，但李国修仍然保持幽默风趣的一面。今天来到现场为我祝福，只来了1%，在百老汇演出没办法来。李国修在演艺圈闯荡多年，有不少艺人弟子，如今宣布要暂别戏剧舞台，虽然让不少人错愕，但他也要大家放心，并感谢社会大众的支持，让他好好和病魔对抗。联合报曾吉松台北报道。